那个后面哦没有讲的部分，不过云端上都有这四个按钮的程式码啊，因为这后面的东西复杂度太高了，OK，所以呢哈，我有把它放云端，仅供各位参考。如果你有兴趣，你觉得你有兴趣，然后想要多学一点的话，我有把对应的程式放在云端上，你可以自己再去参考，但是非常好用哦。怎么说？我们呢，首先来看，比如说就有同学会，我们刚刚做的哈。这个应该没问题，好，这两个嘛，然后就有同学说，老师那可不可以啊？因为底下我这个还蛮好用，因为就改了第一天，那我底下如果说还得有个空格，空一个空白列，那我就可以在上面输入那个行事历了，哎，就还蛮好用，真的可以用嘛，哈。可是问题来了，那我要怎么样快速的自动帮我把每一列下方都插入列？有没有啊？以前的话，你变的时候你要手动按右键，然后再插入列。有没有？然后再来就插入列，那当然你要做很多事情，而且你会发现插入列哦，这个按钮会变形。那如果用 VBA 的话，其实像插入列跟删除列哦，只有两行程式，一个回圈，但是要反向回圈，然后 row 刮胡 i 列点 insert 就是插入列，删除列就 delete 就对了。所以程式非常简单哦，就三行程式哦。我 demo 给各位看一下，反向哦，插入列，有没有发现？每一个，有，底下都有插入列了。那如果要删除列的话呢，再把它删除。OK，哎，不过哦，按钮会变形。变形为什么？我前面讲过哦，你要先把它按 Ctrl 键选取，按右键，有没有？除物件的格式哦，大摘要资讯里面大小位置不能随它更改，不然的话它会变形。插入列，哎，有没有要出来了？删除列。OK，啊，程式只有三行，答案云端上有。OK，记得是反向回圈，跟之前那个大乐透那个还蛮像的。而且删除列哦，这个还蛮好用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有的时候你用人工去删除你不要的列，其实很简单，你就回圈，然后逻辑判断那个储存格里面如果出现什么字，帮我删掉。那其实程式就多两行，就是逻辑判断而已哦。OK 哈，那这个当然就是后续衍生的删除列跟插入列跟删除列。另外，插入列还可以让它列高增加哦，我云端上也有，所以你们也可以自己再去找一下啊。最后的话呢，就把它完整，比如说清除所有的这些东西，有没有？然后只留下这一个第一天，那我可以怎么年历按下去哦，就是可以帮我把产生每个月的第一天，然后再自动再去产生每个月的其他天，然后最后做格式化，好，所以按下这个年历。请输入年份，哪一年呢？2022好了，好，然后它会怎么做呢？按确定之后，就帮我加斜线一，斜线一，放到哪里？放到这里来，然后再就做刚刚那些事情，按确定，OK 了，有没有？啊，甚至还可以插入列啦，有没有？所以呢，这个其实呢，里面的就是也等同是我们之前。那个给各位那个大乐透的那个下载逻辑差不多，反正就是先做什么呢？做每个月的第一天有没有？啊，其实就这一段程式，然后再做每个月的其他天，也是丢公式，然后再把它怎么样用 call 的方法 call 产就是先丢哪就是先让使用者输入哪一天，然后就串接1月1号串在一起，然后在每个月的第一天呼叫什么 call 嘛。上面，然后 call 其他天，最后就格式化而已。所以你看 call 嘛，call 三个嘛，啊，全部串在一起，就可以达到我们的效果。那其实以后 VBA 就是讲，刚开始啊，你也不用说想要全部一次写完，你就反正先写 step 一、step 二、step 三嘛，有没有？啊，这个只有三段，像大乐透那个哦，有七段哦，OK，哦，所以如果你把七段全部串在一起。甚至还有更多啦，反正你爱怎么自动化，我想那个其实变化非常非常的大，只是说难度也会非常的高。好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哦，所以没有那么多时间跟各位讲解，所以我又把刚刚我 demo 的这程式哦都放在这里，很简单啊，如果不会你贴上，然后再来改就可以。啊，另外删除列或插入列在下面这边，那么其实程式就这三行，for i 等于第33列到。三倒过来有没有？step 负一这个关键倒过来，然后关键就是这个 rows 物件的哪一列做 insert 就可以了。
啊 ，delete 就是点 delete 就好了。OK， 其实相当简单，但。